大家好，我是骨头。鬼月时晚上不可以做的事情你知道吗？别靠墙壁走，小心阿飘黏住你。咦，阿飘嘞？啊，擦擦擦擦，晚上别晒衣服。晚上不可以晒衣服，因为衣服像人的形状，阿飘会靠过去。哇塞，还流口水。不管是鬼月还是平常的晚上，希望大家都要注意。拜。